Hello， 欢迎嚟到 Casper 妈妈嘅 channel。今日我哋会一齐上太空参观下太空船。当上到太空嘅时候，太空人经常都会遭遇到空间迷失嘅问题。佢哋会发现自己好难获得方向感，或者好难区分乜嘢向上，乜嘢向下。我哋而家一齐睇下太空舱嘅情况啊！
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Casper 妈妈的影片创作，加入会员赞助，多谢大家支持。